Hello， 今天吃豆角焖面，还有一些甜品。先来尝一个焖面，上面是猪手。直接上手啃吧，好吃。再来吃个雪媚娘，这个是芝麻桃胶的。嗯，好好吃啊。里面有两条白桃胶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这甜品除了有点贵，其他没啥毛病。再吃个焖面，配着泡椒吃真好吃。刚去拿了把勺子，再吃一个伯爵红茶栗子盒，它上面是栗子。嗯，红茶味很浓郁，真的挺好吃的。但是它蛋糕体有点偏多，奶油比较少，性价比感觉一般。
来吃一个抹茶奥利奥小绵羊。他们家雪胖子强烈推荐，皮很筋道，很软糯。